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昨天晚上你在 MSN 上面跟我讲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很开心。我真的想要跟你装。好不容易才有人约，晚上记得穿漂亮一点。那还用你说啊，季同学？我一定会盛装打扮的。你这么刻意在我面前炫耀，是想要让我吃醋哦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成功了，我非常嫉妒那个幸运儿。 你应该想吃醋的，你知道我跟那个Z先生，我们是 soul mate。soul mate。像你这种没有内涵的人，跟你讲了你也不懂啊。算了，我看今天就下课吧，老师还要花时间好好打扮呢。好吧，那祝你今天晚上跟Z先生约会愉快，拜拜。晚上见。 谁跟你晚上见啊？神经病！来得早不来得巧，李先生啊，我说你真的是太有默契了。想不到他还留着那张照片，我该不该原谅他呢？ 陈信，你真的很没用哎！才看他一下，就想要小心他了。哎呀，有荣幸和你共进晚餐吗？今晚7点，绿峰餐厅不见不散。期待我们今晚的相遇会是新的开始。Z。 惊讶吗？错过了这么多次 ，Z 先生，我们终于要见面了。你的 soul mate 就是我，好像有点太轻浮了。 陈心怡，不管是 X 先生，还是 Y 先生，又或者是 Z 先生，你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陈心怡，不管是 X 先生，还是 Y 先生，你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你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又或者是Z先生，你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陈心怡，不管是 X 先生，还是 Y 先生，你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陈心怡，不管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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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
位灯放亮，其他地方能够躲暗尽量躲暗，越浪漫越好。浪漫。喂，晨曦，听得到吗？我是 Dean， 安娜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安娜掉水里，我现在送她去医院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什么事啊？电话里面一时说不清楚，你到医院我们碰面再说。我拿笔记下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季存心，你到底想干嘛啊？你休想阻止我跟 Z 先生的见面。本人干嘛不接电话？等下陈信小姐来了之后，你告诉她直接用餐，不必等我。那。
那帮我转达给他，说很抱歉临时失约，我会再亲自跟他解释。好。就是 Z 先生吧。你好，你是 Z 先生吧？我是陈心怡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耶。陈心怡小姐，我不是厉先生，你是找季先生吧？安娜，安娜，医生，我妹怎么样？石小姐伤势还好，可以去柜台办理出院手续，不过她目前的精神还不太稳定，最好不要刺激到她。好，谢谢。原来这就是你的答案吗？是只能对他敞开一次心房，相信这一次你会得到幸福。但是现在的我很努力的想要告诉你，我是真心想要永远跟你在一起的。你将会被谁抱紧？唱什么歌哄他开心？MSN 上面跟我讲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很开心。我真的想要跟你重新，我这啊！再不要相信你了。哦，陈心怡，我陈心怡，哎，陈心怡，陈心怡，看来他终于发现你是 Mr. Lee 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就是 Z 先生？我原本还想，到底是谁在用这么老梗的方法泡妞啊？你知道女人最痛恨什么吗？什么？看见自己心爱的人在跟前女友亲热。